又是我啊 ，Sam 哥，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哦。有一个顾客来到我们店哦，想要粘住家隔热膜，我就介绍他喽。他讲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要自己看。他就从早哦看到傍晚哦，我们要关店他都没有选到哎、啊。如果你是不了解隔热膜的，你只需要来到我们店，找我们的四大天王真三之宝就可以了。介绍你四大天王第一款 ，iSchool 气石，隔热高达97，又隔热。又透光，可以保持你住家明亮。第二款 ，IR Supreme 隔热98，最适合住家公寓，因为它不反光，符合公寓规格。三款 ，IR Supreme 隔热98，如果你想保护家里的隐私，这一款绝对适合你。当当当当，第四款是我们的 IR Supreme 隔热也是98，这一款。我是推荐暴露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在里面脱光光。我们的四大天王可以满足市场大部分的需求。想了解更多详情，尽管联系我们。